吧，一个圈加个竖横就是在点我们。先杀的万豪啊，我把这药吃了。小黄毛，小黄毛有意没？好，腰闪零杠三，拿下！挺烦人呐，你自己不回家吗？你有病是吧？寒冰三个头，吸血了，吸血鬼全当了。这也没加多少，没加多少经验呢，加了16点。完了，我这杀兵一个都收不着。哎，少了三个刀。我们虽然少了三个刀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少点东西。不会吧，那二级老母鸡就上来砍砍人，没这么猛吧。不行了，不能打了。他现在这个英雄，我们肯定是打不过。等，溜了。差点钱呢。嗯，等一会儿吧。因为它有意义。下波再打。驾！我好像听到驾了。好厉害的奶妈，冰线炸了，不存在的兄弟，最多就少半级，没事，半级经验我再杀他一波就回来了。这就是不带传送带点盐，你就得承担这种后果。你杀人家，人家就不一定会亏经验，但是人家杀你，你就会亏经验。这就是点盐跟传送不一样的地方。把兵补了，
然后我们这波控一波，下波升六把他杀了。我们俩六级的爆发是不一样的，猴六级的爆发基本上在上路啊还是能排上名次的，一套基本上所有的上单吧差不多都能带得走。等一波六级金级被吸人，我操，套点盐，你来吧。他这波闪现就多余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一级交的闪，奈斯呀，蜘蛛，蜘蛛把这只猪给杀了。没用啊，你要杀我呀，简直是开门喜呀。1-15，谁死了那一把？寒冰简直是耻辱，耻辱！你会被钉上，钉在耻辱柱上。等个小锤儿，算了，等个鸡巴毛，快出来吧！一会儿死，兵线吃不着了，让他推过来了。你给我打死他！他就一个小破金鸡背心儿加个小破布甲，一身乞丐装有什么用呢？又没得虚区。往哪跑？你说你好，你说你塔都没了，你往哪跑？而且我二速还，他没有还，把这蜘蛛杀了。意思问题不大，点什么的奶妈死了，他去下路了。那永恩才七级，谁死了？奶妈死了，这下路两个人真是不咋地呀。2-21，天，2-21。出点装备，我应该得上个厕所。算了，我吃点饭吧，要不，反正这2-21他们家也翻不了。我现在挂机，我感觉都行，我就直接挂机了吧。
我们就上路带吧，我就上路挂机，剩下的你们自己玩的吧。哦，不行，我们得杀人哈。哎妈呀！我是害怕死了。哎呦啊！我居然被个一杠六的给杀了！我操，两个一杠六的给我杀了！我的妈！就是这波，我感觉我能操作一手。我应该操作一下的，真的，我应该操作一下的。我没想到这老母狙的虚区能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我们一人死一把吧，真是的。蜘蛛跟梦魇也死一把。我得跟队友走一走了，我也得杀人，不行，我也得杀人，我得杀到八个。对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挂机了，不会吧？嗯，不会挂机了吧？完了，挂机了。算了，挂机拆了吧。黄金圣斗士，你说你见不见？死了吧！这波给我干，就杀这老母狙。打完举报，正道的光，举报谁呀？他们家都是打崩了的，这能举报谁呀？没啥好举报的呀，这结个账。这万一我是 MVP 呢？我看一眼啊，吓我一跳。